大早七点半是干嘛？刚刚泡完汤了，带着 baby 去逛街啊。baby， 老吴早安。早安。你的日本鬼新娘要带你去泡汤了。大家早安，我们现在在吃早餐。桌上这几块和牛呢，就是我们昨天晚上没有吃完的，跟昨天晚餐一样，有超级多这种腌制的小菜，很精致啊。你会觉得太阳很大吗？你会不会吃完晒伤？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民宿白天的外观。就是长这个样子。我们现在要走去步行大约十分钟，这边附近有一个早市，日本叫做朝市。不合理呀、啊！我们现在看到一切的景都不合理呀、啊！你看他们以前杀虫剂的广告，走路大概三分钟之后，你就会看到福地温泉朝市。我们以为像是菜市场的东西，结果不是，好像是就是卖一些二手的东西。干嘛掉？很有年代感。以前的人都没有滤镜，没有修图，长得超漂亮的。舅妈，你认识哦？他是我的偶像啊，电视王柏芝。他以前演那个《李剑八拳传》啊，跟真田广志演的。你那个年代的很红的明星。对，还有终身名菜。舅妈说日本的筷子吃东西吃起来特别好吃，很好夹，真的很好夹。我又找到一张他年纪又更小的时候。你看他这里刻字是不是跟以前一样？你说跟选啊？以前这里有一颗字啊。我觉得你有女儿滤镜。你看他们自己的苹果。又大又红的，一颗200块也不贵。逛完朝市之后，你们就在这附近随便走走散步，逛着逛着我们就看到这个，它说这个是福地温泉的小水力发电所，连接的管子应该是山泉水下来这样转去发电。我们走回到我们民宿门口了，你看虽然我们现在外面绿意盎然，或者有一些已经是枫叶，但是山顶上是雪山啊，这个景。所以我们再回到房间内泡一下脚。我在这边十分钟，那个水烫到我五根脚趾头我都放不进去。你放下去大概两分钟，你就会适应它的温度。脚先适应了之后，身体就可以适应。然后你这样子起来再熟掉，昨天有点粉红色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要准备合掌穿前进。在经过一个半小时的车程之后呢，我们终于抵达了位于白川乡的合掌村。首先你会把车子停在后面的停车场，之后你会经过这一条这么美丽的吊桥，继续往前走。就会是合掌村的主要干道。你看他们来这里校外教学啦，超可爱的，坐在溪边野餐。这个穿西装的应该就是他们的 sensei 了吧？后面还有一个专业的摄影师在跟拍，他们在跟我打招呼，超可爱的。Hello， 我觉得超酷的，因为他这里是世界文化遗产，然后我一直都很想来。然后网络上看到他的样子都是有下雪嘛，但是我觉得现在风和日丽来看，其实它有更多不一样的颜色，因为我从远远看，它是一个山。它被很多的高山围绕，现在那些高山都是红色橘色的树叶，很漂亮。你们经过这个大水沟的时候一定要仔细看，因为我上次来的时候里面是有超巨大的，不知道是鲤鱼还是什么鱼的，很可爱。大家知道为什么它叫合掌村吗？因为它的屋顶是用60度三角形合成，就像你手这样，所以就叫合掌村。但是因为他们这里又很特别的是，他们都没有用钢筋水泥做，全部都是这里的茅草木一些捆绳卡榫去卡的。对，他们有一些庙有没有也是都这样卡卡卡，都没有用钉子。然后他们说每15年到20年就会换一次，然后每次换这个就是大工程，因为他们村庄里面的人有共同种茅草，一定的期间就是要来换他们的屋顶。哎，他们好像会号召全村的人一起帮忙，很可爱的一个村。你们不要看这个屋顶好像都是草，这一个屋顶据我查资料要破1000万日币，可是日本的政府会补助他们90%的金额。如果在早期的时候，大家不可能花这么多钱去换屋顶，所以才会说居民全部都会帮忙，因为他们会签一个互助的契约，大家就会无偿的提供劳力。他们的屋顶都把茅草剪得很齐，好可爱哦。他们光把这个茅草卸下来就要2-3天。非常重要的是，因为刚刚有说这里的房子全部都是用木草去做成的，所以全面禁烟。你会一直看到他有说什么火，反正就是不行，因为这烧起来是不得了的。随便一个鱼池都超级漂亮，而且里面的鱼都超大超美的。你看你看，我就说哇，很酷。这是他们的水沟哎。
欸，这是我上次来河港村觉得最惊奇的事情，怎么会水沟里的鱼那么大条啊。第一个我们要停的景点呢叫做洛人咖啡，上一次带婆婆来她非常喜欢这里。这个是河港村人结婚的照片吗？不晓得，但是好可爱哦。给你们看它屋顶内部的构造，真的都是用木头跟那种麻绳去绑起来的，没有任何一个钢筋或者是铁钉。太幸运了，我可以坐在火炉旁边的位置啊。它非常贴心的有中文的菜单，主要卖的就是咖喱饭还有汤圆红豆汤。上次来我记得吐司非常惊艳，老板是一位可爱的日本老夫妻。如果你有点咖啡或者是热饮的话，老板会叫你来挑你自己喜欢的杯子。它是大杯小杯？哎，它的量是一样的，它只是杯子比较大，没有说你挑比较大的杯子它就会给你比较多咖啡。我们看到修屋顶的照片了，这黑黑的上面全部都是人耶。他们为了要爬上去，所以在旁边会搭一个营架让他们爬。刚刚有看这边是非常怕火的，他们会定期去检查你这个水柱有没有正常的运作。哦，所以这个是消防的感觉，就演习。河长村冬天的时候还会有一个叫做点灯的仪式，就会像这样，但是这个非常难定。你如果想要参加这个仪式，你就必须得住在河长村里。好，没关系啊，他是要用抢的。延续我们昨天的幸运，老板说我们点到的是最后一份的咖喱，因为我们原本想要点两份，他说这个是 last door， 所以给我们 big size。 我觉得它是偏家常的咖喱耶，对，感觉是台湾好像也吃到，但是微辣，可是它也是浓的哦。给我点一份炸猪排。下一个送来的是三个超可爱的小汤圆，我们可以自己加火炉上面的红豆汤，而且是无限畅饮，只要你喝得下你就可以一直喝。我们还点了一份厚片，上面抹了满满的奶油，再附上一大碗冰的红豆泥让你搭着吃。这一间真的很可爱耶。啊，为什么你好像第一次来一样？你不是来过吗？因为我记忆力不好，所以我很像新来的。他好像比我们还惊奇耶。所以有时候记忆力不好也是一件好事，到哪里都觉得很新鲜。我刚吃了一大口红豆泥加这个奶油，超好吃，非常之绵，但是不会很甜。日本人超级喜欢在每一家店都会放个本子让大家留言，说不定找得到我五年前留的，会不会？老板保留了所有人的留言。我刚刚已经找到我带婆婆来的年份了，2017年6月来的。我真的忘记我有没有写，应该是六月附近，我忘记几号。我以为黄洛英。黄洛英，台湾，这是黄洛英吗？真的还假的？而且很像他会写的，他说这支笔超好写的耶。对，不知道哪里买的，因为他最喜欢到处说人家的笔很好写。他说他是台湾的爱玛华生呢。黄洛英，这不可能是你写的吧？我会傻眼呢。这是你写的吗？真的吗？太扯了！我居然找到你五年前写的留言。那你想看我是什么吗？台湾的爱玛华生。而且我跟你讲，你知道为什么我会找到吗？因为我也是这个时候。后来河长村的，我的天哪！所以说不定我们那时候有擦肩而过，然后你写说这支笔超好写，我们就说一定是你。这真的是一个时空旅人的故事。那时候我们还不认识若英，我找到我写的了，但是我没有留名字，因为我认得出我自己的字。我不相信你一样的字，你再抄一次看看，我看笔记。比对这个字迹有没有？你看那个的跟那个地，真的是不是？是不是我写的？那是你来自台湾的 No.1。 从五年前我就说这里是一个非常棒的地方。在你离开的时候呢，一个人可以拿一张这样的明信片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。这一段穿越时空的相遇真的是太恶心了。黄洛英非常可爱的一间店，非常推荐大家来，希望你也可以跟你的朋友们有一段这么浪漫的时空相遇。要参观长榻家吗？长榻还是长榻？先不管长还是长，那个字念赖。进来参观一个人要400块日币的门票钱。哎，里面很大哎，在外面看只是一个三角形的屋子，但是室内空间其实很宽敞哎。这边就会展示着他们以前用的一些器皿。我以前都觉得这种东西就是咔这样就破掉了。是哎，真的是，就很像戳戳乐那一种。这边电视在播他们修屋顶，他们在屋顶上架一根一根的木头，然后所有人就可以全部爬上去，开始分工铺那个木槽。这一栋房子是在1890年就已经建造，所以它已经是破百年的古迹了。它还有一个二楼的空间，
他们的屋顶就是靠这些木头、这些绳子一根一根去绑起来的。你从外面看，真的感觉不出来里面的空间这么大。你看他们藏大家看出去的风景，好可爱的橘子树啊 ！Hello， 各位河掌村的居民们，嗨！我觉得花400块来看 OK 哎，你真的不会知道里面长怎么样，而且真的非常大，跟刚那咖啡厅又不一样，可能每一间里面都长不太一样。好喜欢看他们任何的一条水沟，或者是像这样的水池，都不会有浮在上面的那种水黾或者是浮手螺。我们现在要往上爬去天守阁展望台，差不多要爬10分钟的山路。你慢慢爬，慢慢爬，稍微配速一下，也没有那么累。可是你听起来很喘哎，因为还是会有一点累。就是你爬了10分钟之后，俯瞰整个河掌村的风景。原来我们刚刚驻留的地方还不是展望台，这个地方才是展望台。从上往下看，它就是在群山之间的一片屋子区。虽然游客很多，但它还是非常的宁静。树啊，好修整齐啊！你来看，你的斜坡哪都好啊，那种顺顺啊落来，刚才用歪，你来看那个咩哈。下山之后呢，慢慢走，你就会发现有个地方叫做和田家，它应该是这里的大财团、大金主了吧？是我们目前看过最大间的房子，大概是人家的2倍到3倍那么大。它本名会不会叫和田桥仔家？和田桥仔家是什么？谭雕啊！和田家你要参观的话，一样一个人是400块日币，所以我觉得刚刚我们参观的那一间你可以 pass， 因为这一间才是这里最大的。我不知道是不是最大的啦，但是我们看起来就是非常的壮观。比刚刚那间大很多。在我们离开河掌村之前呢，我还有查到这一间叫做荞麦什么什么本的，它里面是卖飞陀牛盖饭的。里面好大间哦。天ぷらはない。天ぷらない。これエビなの。エビ天ぷらなの。OK OK。只要有天ぷらの都没了。可恶，这天ぷら看起来很好吃哎。没有我们昨天饭店的好吃，可是它这个酱烧的味道很香。我点的是荞麦冷面，其实我本来预期它是热的啦。山药饭吗？可是我怕山药。我真的很怕。怕山药，对，我也不喜欢，很像秋葵，我不喜欢。这间的店名就有荞麦两个字，所以荞麦面应该不会差到哪吧？很硬的，还是忍着荞麦面就是这么硬啊？我不喜欢。隔壁有那个天妇罗的碎蟹，我好想要拿来吃哦。吃到后来哦，有发现里面这些都咬不断，跟昨天的品质有差。一样是红色的肉，昨天的这样化掉了，结果咬不动。结论就是这一间还好，可吃可不吃。现在时间呢是下午4:14，我们整整在河掌村待了4个小时左右，我觉得这个地方就是绝对可以一来再来的地方。想要不同的季节再来，我们现在都要赶快赶回名古屋了，出发！大家，我的尿快要爆了，你们呢？那现在只要手部，如果你输了，我就压你旁观。旁观，旁观者清，当局者迷。剪刀石头布。我们已经到了名古屋车站这边了，现在准备还车，但是距我们还车的时间大概迟到了15分钟左右，所以不知道等一下他会怎么跟我们收费，我再给你们报告。我们超过了15分钟没有被罚钱，但是你们要记得把你最后加油的发票留起来，他会跟你要发票，然后看你有没有把油加满。耶、yeah, ，我们顺利还车了，现在要赶快去饭店 check in。作为你的，我们最后一天要下他的饭店了，叫做 Hotel KM 吗？应该是吧，我也不会念。我们想说不要住一样的，住不一样的看看。刚从地铁走过来，大概走了10分钟，跟上一间比的话，这个距离更长。所以以交通上来说，先是上一间获胜。开箱第二间饭店，大很多哦，除了比较有设计感以外，居然还多了一个小沙发。这一间的价格只比上一间贵一点点，台币一个晚上才2000块左右，我觉得超级便宜。但是它唯一的坏处就是真的离地铁再远一点点，走路大概要10分钟。厕所的大小跟上一间差不多大，干干净净的，不错。我们来觅食在名古屋这一趟最后的晚餐，直接用 Google 找距离我们饭店3分钟，好像是带一点台湾味的拉面，不知道为什么名古屋很流行带台湾口味的拉面。我明天就要回去了，你看我吃什么台湾味？因为我乱过的时候，姑姑妹这个看起来最好吃。你是不是因为它有可乐，所以你才来的？你看这个蛋黄，这个葱看起来能不好吃吗？这全天地也辣死没？西门那间的没？整个店头就这样子小小间的，也是用机器点餐，所有的座位不到15个。第一碗送来的就是台湾拉面，上面超级多肉燥。
好，超级多蒜末，还有一块非常肥的猪。我刚吃了一口，我跟你们讲很爽，它还是保有日本的味道，可是我觉得它之所以要叫它是台湾味，是因为这些肉燥。所以你在喝它的汤头的时候，你会觉得是日本拉面，但是同时又有肉燥的味道会冲上来。我点的呢是干的，你们看这一块肉有多厚，整个炸酱面去了，蛮好吃的。台湾没有吃过这种干面，奇怪，就是有一种我明明应该要认识你，可是吃起来却很陌生的感觉。它的口味很特别，是因为它的香料让它有日式的感觉，可是我讲不出那是什么感觉。我们又挖到一间宝，对不对？这间蛮特别的，你们如果逛街有逛到荣这边可以来吃。为了至上，我前几天不给台湾味的名古屋拉面一个机会，我在这里再拍一次它的店名，我不会念。台湾麻雀手法看那边。现在是我一个人走在名古屋的街头，因为他们去逛那个静安殿堂了。这一趟来名古屋，我觉得挖到了很多我五年前没有去过的地方。我觉得名古屋虽然大家会觉得很无聊，但我觉得它是非常适合年轻人跟长辈来的。重点是你们一定要记得备一些药，因为其实我现在好像有一点中耳炎的感觉，你们可以听得出来我鼻音很重，我的鼻涕好像有点倒流，所以我现在左耳其实有点懵。明天回台湾就要赶快去看医生。这一趟名古屋我觉得超赞，就到这里了，大家晚安，拜拜。